本节目由90玩具 Portal Store 赞助播出。有玩 PTCGL 的线民可以到 Portal Store 购买序号，输入代码 Skyline 可以享 5% 折扣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天倩。今天的单元是大量发生。原本默认的单卡突然水涨船高，好多难受。究竟什么原因都在这个单里面说明。上星期介绍了狂野之力跟异度审判后，你有没有觉得哪些卡片受到关注呢？没错，就是今天要来介绍的沙铁比叶克斯。那么在进入正题之前，还没订阅的帮忙订阅一下吧。会员机制开启了，若想提前知道大量发生的卡片，可以加入来观看会员限定文章。沙铁比叶克斯，古代标志 ，HP 220豆属性基础宝可梦。特性直立吸收，若对手剩余的奖赏卡张数为4张以下，则在自己的回合可使用一次。从自己的弃牌区选择一张基本动能量赋予这只宝可梦身上，大地扣杀，两斗一武打200。在下个自己的回合，这只宝可梦无法使用招式。啊，对，上星期一直用标签来叙述，但后来爬了些文，考了些古后，还是觉得用标志来称呼比较好。一喜翠风速狗 V。沙铁比叶克斯特性能在对手奖赏卡剩余四张以下时，每回合从自己弃牌区填一次能量。这个特性没有像加勒火焰鸟 V 一回合只能发动一只的问题，不管场上有几张沙铁比，只要弃牌区用能量就能每只都填一颗。但小小的缺点是，沙铁比招式伤害本身只有200，且需要3颗能量才可输出。有了喜翠风速狗 V 的特性，就能将复数的沙铁比叶克斯能量传给自己，甚至能经过更多回合打出高爆发。就连上星期其负64人得 CT 力。一个也有喜翠风速狗 V 打到四强的成绩。二熊尾牙叶克斯，沙铁比叶克斯或喜翠风速狗 V 作为打手，在前中期几乎无法打出理想的伤害量。闪射宝藏叶克斯登场的熊尾牙叶克斯弥补了这个小缺点。同样都是古代标志的他，也能让奥林博士的气魄填能，甚至之后有机会出更多古代标志的搭配，或是让喜翠风速狗 V 特性转为能量后，借由猎木来变身。同时，熊尾牙叶克斯的特性是将牌库上方的牌丢弃，也能降低沙铁皮叶克斯没有填到能量的几率。三猛雷鼓叶克斯。是这只大量发生的主要原因。招式可丢弃场上任意数量能量，一颗能量打出7血的伤害，有点像裂空座 BMAX 的计算方式。虽然一颗能量少了10点，但不限制丢弃自己的能量跟能量属性，完美搭配了沙铁皮叶克斯，且不用多一个回合的进化时间。其高达240的优势 HP 且无弱点，加上区间能量古代的60来到300，怎么想都有点做坏。最后沙铁皮叶克斯收录在古代咆哮，有着 RR、SR 甚至 SAR 的版本。照以往惯例，可能 SAR 的关注度最高，就看训练家怎么选择啦。好的，今天的介绍你有觉得漏掉什么吗？你是否觉得沙铁皮叶克斯游戏呢？都欢迎留言大家讨论。喜欢棉的话，可以帮按赞拜托，新观众也记得订阅支持哦。我先默默收了3张。